上就要走了，新教官等一下就要来了，大家乖哦，拜拜。不理大不理大，哎，这个新来的教官非常拘巴。真的吗？希望他是个有拘巴的老师。你跟不要吵，闭嘴吧，我会发春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了，你们可以叫我八爪教官。从今以后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谁敢不听我的话，我就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哦，好怕，不听你话是不是？我打麻将都在听牌，没在跟你听话的。喂，对对，哎，这是什么颜色？哎，我是八爪章鱼，我的墨汁当然是黑色的喽。你还真的给我颜色瞧瞧。教官跟我瞎八尾啊！教官那么奇怪，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我知道了，我只要跟教官说我要去上厕所，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间教室。坏事那么简单的、啊，我没有说是哪里厕所，我是要回家上厕所。哎，那个教官，那个我要尿尿。那个，我这里有橡皮筋，可以把大象绑起来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不能用橡皮筋来绑大象啊，这样会得罪象哥啊。那教官，我想要上单号可以吗？有没有同学可以当塞子啊？开玩笑，快去快回。哦，谢谢教官，谢谢教官。他想借机翘课回家，以为我会不知道，我老早就在门口准备好地雷了。哈哈哈！天哪，老师太鸡巴了，我一定要改革，夺回学校主权。现在开始上野外求生的课程，首先就是要吃个饱，要先来个野炊。哎，那个女同学，来一下，来。好。飞得好，除了野炊之外，搭帐篷也是一个必要学的技能哦。啊，这个老师看起来真的很不舒服啊，看来只能等下课了。你是看着我，我也很不舒服。我瞎了啊！我们这就翘课。你忘记学校最出名就不能翘课吗？他们的风纪股长很难搞、啊。不是怪体中心，我想翘就翘。大家听我指令，灌上去。怎么了，维金斯？我是玻尿酸啊，不重点，要马上去救培根。现在要下课，我要倒数了，3、2、1，开始训练。快睡觉，快点！我要救你，我们俩一起翘课。三批，四尊念你说三批还要干嘛？四批。哎，对耶，火线猎杀四人组队更猛。我们去找一般的天地会总舵组六九分部委同学去组队，他们物资更多。快点，出动！快！出力啊，灰指甲，脱补鞋，自己走啊！死脱贫嘛，这个。班长，你们是不是要翘课了？敢在我乖宝宝面前翘课，抢救记你大过啊！兄弟，放我们过去！不行啊，你们要翘课，我记你大过、啊。不要少说了。彼得背叛我！很强取，你太猛了吧？还好啦，我硬直，要不要拖吧？好啊，搞定有装备了，走。我同学就在里面了，等下找他组队。Go! Everywhere I go, go! 怎么有人用脸撞门啊？下次用手啊！我靠脸吃饭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同学，我听说你这边资源很多，好，我希望我加入。我们什么都还没说哎，因为我知道你会嫌我废话太多，影片很难剪。我这边有多人无人空拍机，待会我们一起冲出导火线。放心，那个八爪教官一副想吃又想红的样子，我早就看不顺眼。还把50来拿的香肠博戏份抢掉了，我一个都没拿到。We ready。这节课我被鸡巴找教官处罚爱校服务，这个地点会有很多飞群女同学经过。学妹身材太好了吧？只要撑到下课，我就带你们飞。要走就走飞飞耶！不能说飞起飞，也不能说飞耶。黑哥，别再加戏了，你去制高点，教官来了跟我说。OK， 好。可是我没有狙击镜哎。来，那你不要再卡池哦。受不了，每周叫我做这种苦差事，要修啊！叫瞄准教官，我当然是要看学妹啊！谁管你教官了、啊？学妹很会飞哦。啦 ，so hot。难不成你也有在玩火线猎杀？最近非常沉迷火线猎杀，我就来自玉璧的孩子啊！这种什么野炊搭帐篷这种小技能，野外火车便当小菜一碟。站，对空拍机远端监控。是。快坐，教官来，教官来。同学，怎么样？学妹好看吗？好看。我叫韦同学在那边扫地，你们在这里偷把妞。你们以为教官没玩过火线猎杀吗？你们这些嫖伎俩，还想来蒙蔽教官？
教官，我们有精密布局跟默契，以及我们多人四拼一队，夺回校园总部权根本轻而易举啊！但是我是八爪教官，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呐、啊。火线猎杀绝境最刺激的射击组队游戏，9月26日公测开战，一起战斗的兄弟情，赶快下载吧！要不要好好扫地？要不然记你们大过。是教官。